近日，正在执行演训任务的火箭军某旅打破以往单元格局，采取号位换岗操作、尖子互通互交、专业能手跨营联授课等方式，使号手之间互为考官、对位考核。从细节出发，紧盯任务补短板，立起实战化练兵导向。训练演练中暴露出的问题，都可能成为未来战场上影响成败的关键因素。因此，我感到在平时的训练中，必须做到规范操作、分步细训、严密组训。据了解，演训结束后，这个旅对照成绩单，针对问题进行强化攻关，让每个发射营承担一个训练科目，探索形成5类119项成果规范，并迅速在全旅推广，让官兵在思想上提认识，学习中多交流，就是为了更好的培养官兵责任意识、标准意识、战斗的意识。只有这样，才能确保部队向练兵打仗聚焦。